공장. 요즘 중국의 다양한 곳에서 로봇의 모습을 볼 수 있습니다. 오늘은 중국 베이징 하이딩구의 다크호스 로봇 혁신 기업을 찾아왔는데요. 여기에 특별한 로봇이 있다고 합니다. 함께 찾으러 가볼까요? 안주 小姐姐, 오늘 환영你来 메카만의 기선 참고원. 接下来我带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眼睛和后面的这个视觉算法还有它的大脑是怎么样让机器人完成抓取工作的这个呢您可以看到说机器人在这个框里抓取各种各样的货品这个就是我们日常比如说看到的零食啊或者生活用品很常见 那这个算法呢是我们这个免注册的万物抓取的这么一个算法它其实本身的这个模型里面它能够让机器人在不用遇到新的东西的时候不用再做额外的处理或者说我如果是有一些这种额外的情况我通过一些自主的处理就能够让机器人去处理这么多的一个物品所以现在我们智能机器人已经被应用到了像物流家电 汽车包括像工程机械以及3C半导体新能源锂电很多这样的一些行业其实接下来我想带您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工业场景制造业场景的一个抓取这个小物件我们叫转子是汽车行业里的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工件机器人在抓取这些工业这个金属件的时候所有的金属件都是随机的放在一个框里您可以看它所有的这个位置包括朝向都是随机的 那这样的一个物体在以前完全实现不了现在我们用机器人的眼睛用我们的智能机器人就可以去抓这种工具今天除了参观梅卡曼的实验室之外我还约到了梅卡曼的创始人 CEO 邵天兰先生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家创新企业背后的故事吧你是从德国回来 就创立梅卡曼的机器人公司然后当时创业的契机是什么然后你当时是在中国这一机器人行业上看到了什么机会或者是看到了什么风口了吗我是在2012年去德国读书和工作2016年的时候当时人工智能实际上有很多的进展啊我们也知道像 AlphaGo 当时击败了韩国的这个顶级的棋手李世石对当时是造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热潮啊除了这个方面以外啊我们看到像在视觉还有像在包括语音很多的其他的方面人工智能在2016年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进展所以我当时就成立了梅卡曼的机器人目前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然后中国在这里是处于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现在世界的机器人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的工业制造为主然后呢往更多的服务业和更多的更广泛的制造业来扩展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去年全球有50万台机器人的应用部署其中中国占了有30万台同时中国现在在服务机器人应用机器人等领域也都有很好的一个发展啊对于一家 创立公司而言你们的全球市场的这个拓展的策略是什么呢然后可能会着重布局到哪些国家或者是地区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半的业务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以外啊我们现在也是一家全球化发展很快的公司现在我们在中国大陆以外有4家子公司分别在韩国日本美国和德国现在我们在全球都获得了很多非常好的客户 和合作伙伴的认可而且我们现在发展的时候也非常注重本地化我们会按照当地的这样的商业的习惯然后呢来服务好本地的客户能介绍一下梅卡曼德在韩国的发展情况吗我们在韩国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比如说像我们在乐天的仓库里面 通过我们的3D视觉搭配其他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我们就能够让很多的环节去自动化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在韩国实际部署的例子所以我们看到韩国是有非常好的客户同时也有技术能力很强的合作伙伴我们也是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然后呢来开拓这个市场并且呢韩国本身其实也大量做出口所以我们也通过像韩国的合作伙伴也会出口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在整个工业机器人的行业未来的竞争格局，您觉得会是怎么样的？然后之后的发展态势又是如何？在业务拓展和场景拓展方面，在中小的制造业还有像服务业里面，有大量的机会。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客户啊，在做比如闸机机器人，那这些新的场景的拓展，我也是很有潜力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生态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啊，因为机器人是一个很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的硬件、它的软件、它的应用场景，不可能由一家公司完全完成。所以也要开拓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态。那我们认为说，在这个技术、场景拓展，还有在生态合作伙伴建设这几个方面，是未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面。然后我们现在也是非常积极的在这些方面做很多的工作。 2016년 품목룡, 2021년 해외 진출까지 설립된 지 얼마 되지 않은 회사지만 놀라운 발전 속도를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저는 샤오 대표와 매크마인드 로보틱스를 통해서 중국 과학기술 산업의 발전 속도, 혁신 속도, 그리고 중국 청년 세대의 젊은 에너지와 기술 혁신 정신을 볼 수 있었습니다.